啊，咱罗市长，啊，咱秘书长，以及咱各科室这些首长，以及咱现场咱这些媒体小姐，大家好，早，大家好。这次的定期大会呢，是本省呢第一次发言吼，啊，咱教育局长，教育局长。咱个即次伫1905年今年，伫高雄举办个溜达学会溜达比赛，咱台南市市立溜达馆，既然连一个选手都无，连一个选手都无参加，一个台南市立溜达馆连半个选手都无，啊这。敢会妨笑？连一个选手去参加都无。我来问一下吼，局长，咱目前咱体育的方面，咱组人诶有几个单位？组人诶，都委外发包诶，有出租诶，有出租诶。甲议员报告一下吼，因为阮有足侪迄个场馆的啦吼，有十几个场馆吼，啊拢有就是讲用迄、那个招标委外的方式吼，吼一挂委员会吼咧迄个算讲因底下使用啊底下咧训练选手安尼。好来，来这来，你也看者，咱台南市里溜达馆一个场所遐阔。一个场所遐阔啦吼，既然无半个选手去参加这道全国性的溜达比赛，就爱让这外口的无溜达、无场所的社会去参加，啊，既然得奖吼，既然得奖，是家己完报告吼，这个柔道进步协会啊吼，伊嘛是有咧甲阮体育处讲啊吼，伊希望嘛是有机会吼，会用来这个，伊靠场所，嘿，柔道馆啊，伊靠场所，啊，嘛是家己完报告。好啦，是迄、那个局长，我问你啦，伊连一个场所都无。啊！咱台南市里溜达馆纪念连一个选手参加都无。是，这是我做一个建议吼。第二个建议，咱委外的这场所，这租金你有人收无？几个单位还袂缴，几个单位还袂缴。家己完报告吼，这拢有收，吼，啊嘛拢有缴入来。后来，嘿是，拢有收。嘿，你暂时来问看，啥物人负责咧收租金的，看倒一个单位还袂缴。是。你等下即阵了，你该问看卖啦吼。这是一个公平公正就好啦。是。我希望我局长啊，你做一个局长，啥物基础有够侪，你无法当达项。讲做甲到啦，逐项了解甲到，毋过你问看卖，看将士都几个单位还袂缴？家己往报。伊当市政府租场地，话到今租金都无缴。有，因拢已经有缴，缴到5月30日，伊这拢有确定的。好、哦，你过来调查看卖啦吼，你调查看卖，甲就报告好啊啦，看都啥物单位还袂缴啦吼。这是第一项吼。第二项吼，局长。咱个公立吼专设幼儿园专区有几间？咱个专设幼儿园哦，哈，专设幼儿园就是以前吼迄个托儿所、幼托整合了吼改制的这啦，吼，有这有15间，15间吼，嘿是。啊，目前有几个学生？有几个幼儿？这15间有几个？吼，这我来查一下，我2600几个啦，吼，啊，2600几个正式的。教正式的老师有几个？这家己完报告吼，因为伊这是我讲，我正要来建议名报告，正式的有6个啦，6个正式的老师啊，要是安那要教，无教我当教育2600几个幼儿啦吼。家己完报告，因为伊这是幼托整合以来吼，啊，迄阵啊幼托整合的时阵，就是即个托儿所转成专设的幼儿园的时阵，伊是有保障原来因遐员工的工作权呐，吼，所以这是因为安尼的关系啊。无唔对啦，迄个局长我讲一听，正式的老师多6位啦，啊，代课老师33位啦。啊，教保员都142位啦。嘿，这就是我头拄家己做报告的。啊，你唔同我讲了，局长。嗯。我是在一个建议啦，啊，大家好啊，讲你望头抢时间吼，我是做一个建议啦吼。我是讲，
这教育的方面啦吼，咱善蛮善的囡仔啦吼，蛮善的囡仔。伊完全不是安尼啦，嘿，这主要就是讲幼托整合了，伊原来遐人，伊伫个托儿所咧做教保员的遐工作权，咱来给保障嘛，吼。啊，伊若有退休的离职的，吼，啊，咱就会补人补老师安尼。你都唔知我要讲啦，我就是要建议局长，我讲伊听，即个。即个代课老师，即个教保员，伊一个月薪水干20,800，扣掉劳保健保，比一个劳工较可怜啦，比一个劳工比一个外劳的薪水佫较少啦。啊，你一定老讲即教育局规定啦，毋过教育局规定是规定一个名额，毋过在地方政府吼，你一个月。要加编管员，迄是地方政府的代志啦。我是来局长一个建议啦吼，即个老师、即个教保员、即个代课老师，你一个月较领一个18,800的薪水啦，扣掉健保、劳保，啊18,800，伊是要安教好即个子弟啦。哦，即个幼儿就是人讲的，即句话都大家知影，未来咱国家的主人翁啦吼，啊咱2,000+个吼。一个幼儿园专区有2,000+个人，这也使讲人非常非常的多啦吼。啊，希望局长吼，你当参考一下啦，参考一下啦。啊，看会当带因调薪几十块啦，一节啦。是这议员我的报告吼，因为因这薪水是咱拢照教育部的标准吼来来发的。对，啊，我都拄只讲啊，教育部标准伊是底线呢。啊！你买啊，加几十块啊？迄是伫地方政府的前线呢，吼、哦！啊，我相信你也唔敢做主啦，这一定爱市长啦，这无市长你也唔敢做主啦，吼、哦！啊，再来一点啦，吼、哦！来，你请坐坐，我等下去问你咧，请坐坐。来，诶、欸，咱罗市长，诶、欸，林议员早上，诶、欸，罗市长，你应该是伫台南市做五当外市长。我请教一下，是你可能买啦吼，你靠有和公务人员尚方保险、尚方保健，有是哦，每一个公务人员的尚方保险啊，加免死金牌无？敢有？这我唔知啥物意思。无啊，你应该买啦，你有亲亲属户人尚方保险加免死金牌无？啊，这种依法行政嘛，我唔知影林议员咧指导起。哦，对，你应该无也无消防保险啦，也无免死金牌啦，吼、哦！你请坐来，请坐，来局长来。伫咱玉井国小有一个老师，有一个校长，你应该知影啦，吼、哦！你应该知影，伊调去玉井国小去四当，你敢知影清朝的老师？多12个啦，清朝啦，多12个清朝，看你迄个校长去哦，安尼12个清朝，有一个老师有非常的优秀，伫52岁，安尼好糟蹋家个，提早退休啊，伫玉井国小，因家长会、甲因老师的教评会、甲因的志工团，会使讲拢开会。会使讲去拍到90%的不适任呐，这件代志你敢知？诶、欸，跟议员报告吼，您讲的这位校长呢，其实玉井国小，对，伊今年呢就是迄个申请嘛，吼，伊要遴选呢，要连任嘛，对吧？吼，啊，所以呢，你讲学校这部分吼，有甲伊即个啥物拍分数吼，这内部的资料阮是唔知啦，但是阮嘛有一组委员吼，去迄个学校呢。了解讲，伊这四年来，吼，伫学校办学的这个情形啊，吼，所以办学迄当唔知啦，唔过做人，做一个校长，伊领导校长就是领导这些老师、这些教主任嘛，伊无够给人领导啦，得糟蹋人啊，伊的心态有问题啦。我即嘛讲给伊听，局长我讲给伊听，我是安那讲，啥物叫尚方保险，啥物叫免死金牌，安尼你局长好耶。以为你讲这我无了解呢。对啊，我讲你听，伊答校方的人讲，有先斩如何凿的款，先斩而后奏，叫尚方保险。伊真正答校方的老师答校方的职员来讲，
伊大校的老师搁较难呢。恁大家做老师的，恁拢领我校长的薪水呢？无我校长，恁无法当做咱领薪水呢？讲食伊的套路啊，这赢未啦？哦，啊，搁讲一句话，上方保剑也未用一，都伊搁有一块免死金牌。我拄只答市长请教的，应该市长无可能有上方保剑，无可能免死金牌。你望想讲，等下回答。你望想讲，等下叫督察去啊调查看卖，督察还没一立一的。我讲你听，你也要了解这间校，这个校长的作为呢？你可以了解遐家长话，私底下了解遐老师，私底下了解遐职工。甲委员报告吼，阮伫咧校长要遴选的时阵吼，拢有去做一个校长办学绩效的评鉴呐，吼。即个评鉴的过程当中呢，除了学校伊家己甲伊即四年校长甲伊即四年吼，伊的办学的成果吼提出来以外呢，咱还佫有迄个访谈，吼，包括家长代表，吼，包括教师代表，吼，包括因的职工代表。所以呢，这个过程在咱做这个评鉴的过程内底，不是听单方面讲某一位的声音，是各方面的。你也绝对唔免听我单方面。各方面。我讲你听，我都改局长讲，局长，你去访谈，你忙叫迄个督察，迄、那个区域的督察，啊，我来头讲，啊，就安尼。你另外叫别人去访查遐老师、遐志工、遐家庭会，安尼好唔好？议员，我甲你报告，我头拄仔甲你报告，讲阮是一个小组，啊，这个小组内底呢，无迄个区的督察，吼，阮这小组是专家学者，搁有迄个学者，搁有迄个校长，退休的校长，吼，啊，搁有呢，阮行政机关的代表，但是这内底呢，无伊迄区的督察啊，就是因为阮希望讲，会用用上公正的立场，吼，去看这个校长这四年来办学，所以各方面的声音，其实阮拢有收集，拢有听到，嘿，家己完报告。你去调查清楚，啊，搁一项，这人做人真正，安尼十个九个讲伊歹，恁学校迄个国小是不是有营养午餐？他有供应午餐呐、啊。对。嗯啊，是毋是有外乡迄个买菜入来替煮煮？伊迄种爱用公开的停数，爱招标，爱招标，是，爱招标。你敢知影？头一标标到的人，伊的菜，伊开车的菜拢载到厨房，载到厨房哦，入学校载到厨房。到尾啊，第二标标到，毋是伊的人尔，拢到门外口检查，到。疫情国小的大门口都要检查菜、检查肉、检查鱼。我讲啊，这两项标准，局长，我讲啊，局长，这款你唔知呀啦，啊，你得问看卖啦。啊，这个校长嘛会使跟我回放啦。是这。听无？议员这部分、啊。我讲你听啦，伊安尼第一任、头一任的迄个厂商，菜买有栽掉，栽到厨房，后加。另外招标，另外一个年度许，另外一个招标，标到菜拢载到，一定要到门外口检查，到玉泽国小的门外口遐检查，这两项标准嘛。哦，这部分是。啊，搁一项我你听我讲，搁一项，伊打迄个菜钱，每两礼拜，得打折掉六七千块。砍掉六七千块，伊这六七千块唔是要几落地啊？这校长我无讲伊要几落地啊？伊将这六七千块呢，放伫校使用。啊，你刚才两礼拜六七千块，伊囡仔营养午餐，差迄六七千块，我营养无够呢。跟医院报告吼。迄你拢唔知影啦，恁报告我讲你听啊。午餐费是爱专款专用啦。对，啊，伊是安那，伊是安那。所以你讲的这部分，我来搁去查明。但是午餐费呢，是家己那收的，一定要专款专用，伊袂使摕去好好做别项用途。伊都本来三万的招标啦，伊就变两万三了啦。伊这校务，是不是减七千啦？伊这校务的部分呢，嘛是爱经过学校的。伊我无讲伊将这六七千块摕去倒，我是讲六七千块，伊嘛放伫校底用啦。爱听意思无？唔过两礼拜差六七千块，有阵时也差囡仔营养啊。不管伊甲钱下对拢袂使，伊就是一定爱用伫个。迄个局长，你别局长，我讲你听，我领养伊进来到议会，
我含一个官所案都无，含一个人事问题要含手讲都无，吼、哦，含一件迄个要来遮标工程要来遮提案件去做都无。我相信我林荣义来到即个台南市议会，我是为地方来争取，哪有讲的我替地方发声。我绝对各个实际的主管，我也毋歹到各个实际的主管的办公室，万勿敲到任何一通电话。打这个各级处的所长，讲我要讲人事，还是要做工程？甚至含赖市长两当来，我唔捌私底下含要讲加一句半话，多来是只爱针锋相对尔。哦，啊，我都讲过，我这是人地方的声音，我讲互伊听。你做教育局长，你有这个义务，相信你无，大项无了，无大项无了解遐济啦。你都。听的啦，我讲唔对的，叫伊校长来告。我正听讲伊在总离开台南市啦，啊，我是感觉迄个无够格做校长啊，我嘛捌伊咧，迄个无够格做校长，迄个应该来做老师。伊捌一逝，我来叫来我的服务处，伊招我永康的校长来我的服务处，我同校长讲。做人做事忙安尼，你身为校长，这无简单，这老师拢含你安尼做伙人，做伙吼是永远的吼。啊，你忙爱糟蹋人，调去四当十二个老师清掉，一个上可怜，一个非常优秀，安尼互伊啊闭门，互伊啊糟蹋，提早退休，这你拢唔知啦。啊，你也免叫都你迄个所在都社去。去厦门啊，因两个一粒一粒啦。哦，局长，我这不是来指责啊，我这是一部分啦、啊。我了解，讲我去听啦。是啊，议员，我嘛是吼，就是讲，阮所了解吼，我嘛差不多有甲你报告过吼。啊，这你讲的遐细节的部分呢，阮会过来了解。哦，你去了解，请坐来。谢谢。来，个另外一页来。来人，我还没叫你起来，我要叫上来。有闲我做。什么叫数？迄什么叫戴耀新？数据之都戴耀新，这个学名为倒搭来？得几分钟了？啊，戴耀新就是一个化学物质，哈、嗯、啊，伊有拢总差不多210种的化合物的总称呐、啊，哈、啊。啊，因为它有迄个生物浓缩的作用，所以它不容易分解，它会一直浓缩，一直浓缩，浓缩到最后会集中在一些物质很安定的在那个上面。那戴耀新对荷尔蒙的影响是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小弟我讲听，你我当做环保局长，这款戴耀新的食品你也专业吧吼？这种烧出来，这种烧出来物件哈。不完全燃烧了，你请坐，请坐。烧出来，伊无按做100%燃烧啦，吼！来，请坐啦，来，请坐。局长来了，局长，我是一家，我是有哪台请教，唔是要含你烧验，我含你烧验也无路用。啥物叫数据制度戴耀新？我讲你听吼，伊民国82年，丹东山馆长。在做馆长的当时，为着要伫台南县设两座焚化炉，一座呢，就是阮迄个永康市长詹文奇，伊无代无事，伊忙是头家去想啊，人头家歹，也是某种的利益，伊拄啊家伊争取在丹东山馆长讲，焚化炉你无当塞去阮永康，哦，迄当是丹东山馆长有要做两座，啊，伫82年迄当时我做永康市民代表。我为着要抗议这座焚化炉，会使讲错，安尼含新化镇、含阮永康市安尼错地错到用做批斗，险啊3万年！这座焚化炉设伫永康诶，迄就是阮永康市长伊诶德政，伊无代无志，丹东山县长无当杀，规个台南县无当杀，伊第一座就新化永康，到尾啊讲要设第二座，去到规个台南县31公顷拢无当找。结果台南县剩一座啦，吼，剩一座焚化炉。啊，这座焚化炉呢，这会使讲，
伫地方呢，算一粒毒瘤啦，一粒毒瘤。分化落来之后，这个地方，绝对袂发展，当初呢，陈东山馆长，伊本来设立的人是抗争，伊都知影政府有公权力嘛。哦，伊要想要冲啊，伊就冲啊。啊，阮这带队抗争的到尾啊，拢毋是犯了法律，就受到迄、个判刑。啊，我若好运啊，迄当时我含新化镇吼，含新化镇遐个代表甲遐个镇长，拢有去抗争，到尾阮拢无判罪啦吼、哦。当初即座分路路设置的当时，有讲有回馈，一年回馈，我顶厝的。我那来市长建议啊，吼，我来建议过，因为咱城西分化路、城西分化路甲永康分化路，咱台南市转两座分化路，这个戴耀新，这个偌严重，你敢知影？这个戴耀新的物件，伊这款是一个人讲数据猪毒呢，伊这款就是萎缩加、电缆烧出来物件。尤其咱个粪扫呢，一台粪扫车收起来呢，十包就拢用塑胶袋、啊，塑胶袋啊，安尼一车倒落，焚化炉焚烧的当时呢，伊这塑胶袋啊溶解又无法当完全挥发，啊，塑胶烧出来物件就是戴奥辛，戴奥辛是世界呢，人讲上毒的物件，啊，这是无形的呢。无形的戴耀新，啊！我讲遐济，这含你市长无关系啦，吼！因为这款无关系，局长你遐济啦，你遐济我无叫你讲吼，你遐济市长，这含你无关系，我就是要做一个比较，因为我感觉我永康市民呢是十等国民，十等啦。啊，永康这座分路路，也毋是你的手，来起的，毋过证明是县市合并。了，我是希望市长，你做一个公德心，替社会、替这个民众受害的，安尼给伊一个公道。我是安尼讲的，因为城西分化路，伊所在地呢，伊一年的回馈出事都有，伊迄个一个人为单位，城西分化路，伊的所在地。伊一个人的回馈金，一个人回馈金12000几，将近13000。周围城南里，周围方圆500公尺的，伊一个人的回馈金拢3600，啊，阮永康呢有够可怜。迄当时我无做议员呐，迄当时我会去陈东山设立庙过啊，到苏万里当时本来一栋。回馈地方100块，结果经过林进龙林议员，原来阮所在地迄款积啊，争取到尾甲回馈200块，伊到尾啊讲要主人的回馈要增加。阮永康去做分化路呢，阮所在地迄、个王行里呢，伊回馈金一个1500啦。大城市里会减城市里交倍啦，所以阮咧十等国民啊，死长啊，啊伫。分化路的周围，在一里，拄啊靠着不所在里，剩十里，包括新化镇，我遐一个回馈金一个300啦，一年哦。包括龙潭里、乌德里，一个回馈金一年300块啦。迄当时会使讲五里的人听到回馈金300块哦，拢无啊去领，会使讲动用遐个警察人员来到活动中心。安尼在补遐个钱，啊，公所的人伫遐发放，迄会使讲一天内底个人寥寥无几，到尾啊，今年个政策改官改工，啊，无单回到口罩，即拢回到口罩啦。一年300块，平均册，一天无10块，哇，一天1块，一年365天啊，还有可能无啦？我遐真正永康市民真正十顶的国民呐、啊，这座焚化炉，伊敢知偌严重？伊敢知造成地方偌济困扰？你也有着啥物水灾，有着啥物天灾地变，规个粪扫，规个哪样拢车伫遐在等咧烧啦？
尤其有一道叫考题椅，迄个啥滚啊千只、滚啊万只的猪啊，啊一只一只、一台一台的在栽分落个周围啊，哎，无同一道写到了啊，放伫啊用篷布盖的，放伫啊了草啊，猪啊，迄当时台湾官钓个考题椅啊，啊个鸡啊啊，那时啊钓迄个钓迄个钓病的当时全部扑杀，就是拢徛伊遐做啊，徛伊遐倒啊，啊这段时间当初。伫顶厝诶，市长我有来建议过，你讲要回馈要增加，可能无可能。伊讲你财政困难，我是讲拜托市长啦，毋是财政困难啦。咱设立分仔路，咱个宗旨倒，咱个宗旨毋是要趁钱，毋是市库要冲要趁迄个客分仔路收个动声台人民收个钱，要做市库用，咱。设立分仔路，就是要解决这粪扫，解决咱人的民生用品所产生的粪扫。咱的目的不是要赚钱，尤其到这十几年来，较早的动声一栋入去管院，到这十几年动声已经起三倍四倍啊！大民间收的粪扫，入来分仔路收的钱额已经起三四道啊！到这面因空市民的分仔路回价金，啊，搁停留于300块一栋啊！一当300块啊！我是感觉讲啊，拢枉法啦，啊无就分路咯，停起来啦，啊无就来抗争啦，安尼尔，因为这无公平。市长，我予你五分钟解说啦，吼，予你五分钟。哦，我予你五分钟做一个回应啦，吼。哦，迄、那个先感谢咱永康乡亲吼啊的谅解吼，所以过去丹东山馆长吼啊，甲詹文吉市长。才有法度通顺利完成这个焚化炉的建制，啊，若无吼，咱今仔日都已经开始发生垃圾大战了。咱台南市现主席的永康焚化炉跟城西焚化炉，伊会当焚烧的量，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咱台南市所生产的生活废弃物，还有跟部分的事业废弃物。所以我伫个家先利用这机会吼，啊，甲永康的乡亲说多谢，感谢恁的包涵吼。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对我林议员的指教吼，甲城西焚化炉的比较，咱拢根据同一套办法，啊嘛同一个标准，吼，你做回馈啦，就是讲一吨200块，吼，他对我林议员就讲起嘛，恁这个迄个时阵争取一倍嘛，按100到200，其实城西焚化炉嘛是200块。啊，你若讲每一年编列的总金额，永康是6528万啦，城西焚化炉才6128万，所以有可能是啥？是人口的问题，就是本地人的人数，人数若较少，当然就分较侪；人数若较侪，当然就分较少。对，啊，大概是这款情形。对，啊，最后一句话，哈，我最后一句话就是讲，台南市政府环保局并无因为两个焚化炉，结果有任何的收入啦。并无，好，因为咱的市政的收入，并无讲特别，因为讲焚化炉烧较侪量，计较较悬，啊，所以咱的收入较侪，并无安尼拍算。哦，啊，市长，你请坐啦，哈。这吼，我市长安尼非常厉害，我要讲啦，也无人知，伊既然有在调提这个答案来，直接咧回答。这会使讲，那即嘛要质询，恁就无啥物副的联络人，要联络，阮拢无阿咪讲。王市长啊，这叫来，用这来，这戴耀新的物件，为作者来来下一页。市长，像是咱蔡总统、蔡英文当选总统了，叫公平正义啦，吼，啊，佮有转型正义啦。我希望市长，我爱讲伊听，因为城西焚化炉伊的周围是海边，伊伫遐住的人，现实讲非常非常的少，唔过。我永康这座焚化炉，伊都设伫市中心，设市中心周围的人数较侪，所以分到一个，尽量多300块，有一日分无够，到尾啊建议讲啊无分10包卫生纸，300块竟然分无够，就龙潭里，永康市的龙潭里，300块分无够，有哪些建议，李总建议啊无一日分，安尼一袋，多十袋，啊多10包卫生纸。这有可能无啦？我是讲，你含环保局做一个研讨啦。啊，老市长，你来遮，有若要你坐啦，有若要落任嘛啦吼。
啊，这叫公平正义啦，这叫一个良心嘛。应该永康分化路这座分化路呢，啊，做一个回馈的改变的咱人啦吼，社会人啊，咱的主要是人，人讲万无无万少啊，迄300块非常可怜啊，一个300块，因为人口有够济嘛。伊永康回馈都5里啊，啊，新罗回馈6里啊，新化镇6里啊，一个300块。啊，城西坪所在地13000块，周围的3600，啊，阮永康一个300，这叫永康市民真正十顶国民啊吼！这分化路伫地方受害有够大啦！啊，局长我也捌甲伊讲，这分化路戴耀新有害，害着人袂害着人啊！你遐坐啦，我讲听，这戴耀新的物件啦吼，戴耀新的物件主要都分化小起来啦。绝对无法当摆渡啊！唯一的有法当招摄的，都伫海边啊，海边啊，无伫高山啊，伫高山啊。啊，永康这座分路路都伫平地啦，都系平地啦。伊沿东讲都起100公尺，佮起500公尺都少上啊。伊一落来，伊淹起哩，分路伊安尼跌落来，尤其到下晡时啊，当时咧。迄、那个下晡时啊，较冷气的当时，伊个空气就慢慢啊落来。啊，尤其迄阵啊，这夭寿不得是讲无法度啊，无天灾地变，24小时在烧啊。尤其暗时啊烧，里头拢几套降落来，迄款烟飞袂出去啦，飞袂出去啦吼。即款带药性的毒气，这是会甲讲非常严重啦吼。啊，市长，你甲做一个讨论啦。啊，阮可能我讲诶，你未接受啦，未接受无要紧。啊，我会代永康区民讲来找民进党遮个议员来建议，找民进党个议员来建议啊。啊，即我个人袂抢升职啦，我个人袂抢升职，主要为着里面好，就拢好啦。啊，你若讲本色毋是属民进党诶，啊，你着有呐对我观感有够歹，我聘请人。永康民进党的议员来做一个建议啦，哦，因为这选票大家啦吼，啊，市长让伊做一分钟的解说，我时间也要到，咱。感谢林议员啦吼，其实这个事情，头先你讲的这个议题，袂因为讲啊，什么人来讲有无同款的差别，其实啦，因为这是过去定起来制度，那我啦，我个人我是无赞成讲回馈金用分配的，每一个人摕偌济钱。应该是把这些钱累积起来，啊，去做地方的一挂建设，看是要绿美化，吼，遐生活品质会当较好。啊，结果你分去了，这分应该要分要20年啊嘛，吼，个人摕到摕无偌济，就那才像你讲的，啊，佫看袂出效益，看不到这个焚化炉带来的地方的这个利益，啊，迄是足可惜的，啊，所以因为这我无机会，啊嘛无这个权利去决定啦。其实我若有权力决定，我是无赞成分落个人啦。哦，是这样，安尼好，我即摆听你这，我听有啊吼。唔是你无机会，唔是你无在点决定，你唔安尼做啊，唔安尼做，我那无要紧吼。我吼，我讲你听，地方的声音，我一而再，再而三安尼提出，我到明年嘛会去讲啦。有机会我做议员，我会去讲啦。第一无机会啦，因为这叫公平正义啦。因为迄边都较少人，都人分100块，啊无这边嘛，台湾办公20单拢300块，啊无加100块，加200块，啊嘛好，嘛绝对无影响市政啊。伊个吼，伊个计算的原则就是讲，你烧的最大量去计算啦，一栋200块嘛。对，啊你也算。比如你这几楼啊吼，烧几栋，啊拢总金额偌济嘛，啊因为永康烧较济，所以伊个总金额就较济。对，你即我用市调，你即问环保局，看伊一年收，大民间收起来的钱也看偌济，安尼就好。啊，看回馈地方遐金额看偌济，啊钱也造出来。唔啊，因为钱也造出来，伊个营运一定爱费用嘛。有。比如我讲一遍哦。啊，市调，感谢你啦，我再次替阮永康市民安尼来拜托啊，做一个再三的拜托啊，吼啊。请坐。啊，感谢咱迄个在座咱这各区市这所长吼，啊，分析的，那迄个今仔个总结上到这为止啦。
好，感谢林议员的总结顺哈，啊，望咱哈市长团队大家重视哈，来，啊，下一位，我咱郭秀珠议员，郭秀珠议员，恁两个共用100分钟，啊，恁两个，你若讲议题，说咱较早结束嘛，无要紧啦，好 ，OK， 好，请。大会主席，啊，咱杜议员，啊，咱陈秘书长，啊，市府咱罗市长，啊，咱李秘书长，啊，咱局处长。啊，阁有咱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现在是本席咨询时间。我想要来请问各位局长哈，啊，甲咱的，还是我来问咱的秘书长好啊啦哈。秘书长，什么叫做入案办理？入案办理就是甲登记起来，啊，落评估，啊，甲适当的时机，落去处理安尼。啊，敢会怎啊？今年写入案办理啊，办理啊，明年无？咱的市府各局处的局长敢会安尼做？议员意思是讲，你较早咧做水利局长的时阵，确实也是有议员，还是你有甲你反映一寡讲水迄个排水，你敢会甲伊写入案办理？你敢会写入案办理？嘛是有一寡案的，先一时一刻无法度处理，还是讲来个评估。所以咱会先入案，先用入案办理的方式。啊，我阁请问秘书长，好，入案办理，卡输那是社团办活动，啊，活动已经办了啊，啊，经过一年外，阁入案办理，安尼要怎处理？变作爱去评，变作社团啊，活动已经办煞哈，入案办理应该是爱有迄个明确的迄个恢复了。真侪里长甲我讲。议员，你今仔要咨询，一定爱甲我问看啥物叫做入案办理。秘书长，你请坐。那個、民政局长，入案办理，你敢拿伫倒一局出来？我想，以阮来讲，我们也有这样的状况啦。阮嘛有安尼经验。啊，恁的状况安尼，啊，卡苏那是自旧年议员选选，啊，里长申请的，还是社区申请的？啊，是活动中心申请的，伊的办活动自去年已经办完啦，结果经费无看到，你拢写入案办理，安尼要安怎处理？每一个单位伊要办理，如果也是社团也好，也是讲咱立办公处要办活动，伊应该是事前伊个爱甲伊这个活动，伊家己爱事前先评估伊的经费的来源，有安对吼，包括伊家己爱。筹措的部分，伊家己拢爱做一个完整的评估啦。你讲的都迷糊的啊！民政局长，你做过议员，这个公文你还阁比社会局阁较好。入案办理，予大家底下想无，结果社会局含入案办理都无，算讲你阁比伊较敖啦。啊，这个民政局，这你的名吧？这你的名吧？阮业务单位伊会去评估这个计划到底是不是符合。啊，你讲的交秘书长讲的两个阁无同啊嘞。计划自去年写来，伊你若无讲无爱，啊无讲伊的计划写了无好，恁一份公文予伊入案办理，社区包括里长，伊拢会认为讲啊入案办理就是有啊，对不对？结果去年活动办了，经费阁差袂落来。我袂去认为讲这是有啦，因为要。有要甲伊合作的部分，迄、那个拢伫公文顶面个作明确个写。长真侪议员，咱个一度个长中，大家拢起来讲，社会经费补助拢无落来，吼。长嘛足侪议员讲，毋是今仔干啦，本色伫个讲，吼。而且入案办理，我真正毋知啥物意思。我相信市长啦，嘛无希望你写入案办理啦。咱个效率伫底？啊，若无啊？很简单的啊，甲台南市所有每一区宣布，即卖社会补助就是无，你社区尽量莫办活动，应该爱宣布落去嘛，是毋是？你的入案办理完全拢无，你请坐啦，社会局长，你来偌久啊？拄啊满一年外，拄啊满一年外，你签偌济公文？社区的补助吗？社区的补助，到我家我拢会
拢会签。你会签？你搁讲白贼话？这当场录影的咧，即卖台南市民拢伫咧看咧。你拢有签？迄天我会记起咱的工作报告。林美燕议员咧做主席，林燕就伫台下甲了咱问，林燕就议员，讲你社团经费啥人拢无爱签，你安那用敢会记起？你搁你讲一届，互你讲一届。我的部分是拢有签出来，但是市政府的所谓，你讲伊哪乱调段？我的意思是讲，麻烦给我加讲一句话，就是讲我的部分会签出来，但是市政府的经费会因为这个调度的问题，所以你点点好，我替你印。你迄讲足简单嘞，干来印一句讲，我无权利通去签，我无安尼讲。你讲佮无安尼讲，我无可能安尼讲。我的即阵说，我会提大给你看。哈，我是你迄天一睏就家己完，打破所有咱现场的记者拢知，啊，佮有我服务处申请的，拢是你长甲社区的请托，就正话到即摆，你含批到一条都无，你做甚物局长？我是感觉你无资格通做局长，你请你出去啦。议员甲议员报告，其实已经签足侪件出去啊。我目前含看到一件了无？已经，我家已经，我会记这关系合并了后，第一届咱的市长讲什么话？当初就发生一件足大件的代志，议员大家拢讲伊要有额度，要有1200万的额度。咱市府包括市长去三立的讲，是要多你家低你，结果伊讲伊无爱骗议员的预算，议员的预算只有是建议款，拢总有。结果没有上线，没有上线。即卖包括今年开始，一个议员小团有50万的建议款，含50万的建议款，你一工都无爱照批。昨偌济议员伫咧讲，我昨时阿无爱出声，其他是因为我即阵的时间。报告议员，你无能力通做社会局长嘛？报告议员，你阿别靠山大来做诶嘛？你的案已经，你的案已经签足济过啊。迄天要开庭事委员会，我嘛甲秘书长拜托。过去不管安怎，时间已经过啊。台南市民无希望看到咱伫个冤家，无希望看到议会交市府袂合。逐天着看到议事厅伫个冤家，是毋是我若甲秘书长讲，只要是议员的建议，无超过伊的范围，咱是毋是尽量配合？慢互咱社区办活动办了啊啦，正话啦。咱办偌济活动，拢办了，社区办偌济比赛，结果，所以你就正月到即卖已经6月初啊。你办了，你办了的活动，我拢签出来啊。我甲下站要出来，啊，搁有问。有我。啊，你唔着知影，我今仔要即阵拄啊喷出去啊，拢签出来啊。已经办了的活动，拢签出来，敢春。你袂感觉你的效率安尼下一季的，你效率安尼无好吗？下一季的，我们会来下一季的8月阿伯娘，其他拢签出来。局长，咱拢白白是履行啦。是，我是感觉讲吼，我嘛无希望讲伫即个议事厅，大家伫遐扬来扬去啦。好，我嘛拜托你啦，你效率较好诶啦。好，阿曼吼，即卖透早，我目睭白金，青埔就较就搞耐啊。议员，我社区申请一个20000块，要百万张，到底是有爱无啦？根本就给他下入案办理啦，没有，都签出去了。希望是这样啦，是，都签了。谢谢啦，谢谢。民进局长，所有的公所敢是你管的？我是管理机关。管理机关是。即卖公所，伊含一支楼顶权都无。你叫公所区长要安怎？不是，甲议员说明吼，因为迄、那个。去年这边今年度的预算的时阵，有做一个调整啦，吼，原底因为为着要把这个预算的执行较好，所以迄阵把迄、那个维修的部分的费用编入公所，新增加的部分编入干部局啦，不是公所，所以依我了解，這個部分都嘿，局长依我了解啦，阮哩区啦，市长嘛甲我建议足多啦，吼，伊讲请一支路灯要一两年。咱的效率是安尼嘛？伊讲因无权利，因爱统计个，做一回报开市府，市府卡落去发包。我是感觉讲安尼，区公所可能爱管起来啦。
区长含一支罗丁权都无，你叫咩做区长？啊，我姊妹无钱，阮码头的里长也好，下营也好，六甲也好，官店也好，姊妹所报来罗丁，你敢有去统计偌济？你的目标到底是讲今年爱有200支，我较做伙落去发包，还是讲2支、3支我无做？我是毋是感觉讲像即个情形，咱是毋是会当，予咱公所有一点仔经费，予伊落去发包啊？你譬如讲，伊1支、2支、3支，啊，你着拢甲限甲遐尼严，啊，你是要叫人安怎做工课？啊，即、這个污损的即、這个边的，我拄则有甲即个议员说明吼，讲维修的部分是一公所，新增加的部分统一拢是即个公务局的部分，但到实际上的执行。啊，如果有拄到安尼困难，我知影你维修是互公所嘛，我会来协助。啊，你若讲要增加，啊增加有时啊，我来讲，因为迄个所在都较偏僻，像咧嘛拄到车祸啊、肇事逃逸啊，嘛拄到抢的啊，嘛拄到贼啦啊，结果有时啊，你定反应2、3年拢无。我是感觉讲哦，维修的互地方，啊那南山基的，你是不是讲5支、10支互公所来管理？是不是有真正啊？议员所讲的，讲你怎安尼反应啊？这执行上是不是有安尼困难？我也来详细来了解，啊来协助啊，地方公所者，是这个对地方有安尼需求的部分，要安那会加紧来完成啦吼。因为啊，咱是第一档，其实咱有发觉讲有拄到安尼困难了，其实拢有陆续来个解决啊。今年我也第一遍听到议员在这个议会内底安尼提起啦，吼，啊，我来了解实际执行的进行，好不好？局长，谢谢。我相信讲电视机头前的李长拢有在听，啊，因为吼李长吼，大家本来拢足欢喜讲，你办村里的座谈会，是不是因会当讲透过议员上万的，因会当甲市长？要甲市长报告讲啊，阮李玲有啥物代志，有啥物代志？结果恁即间村里的座谈会拢是为着登革热嘛，无好李玲发言讲增加的建设嘛。无，苦力座谈的时阵，同款拢有反应。啊，我就是要甲议员说明。你讲话其实办伫满头啊，拢有说明。李玲讲，李玲足侪人当下甲我讲啊，拢甲人讲登革热啊，要哪防御登革热啊？是即个口头上，咱是针对登革热为重点来甲啊李玲互因清楚。但是所有伊地方的需求的部分，拢有用书面来提出，嘛当场啊，咱的局处长嘛有一一回应吼。啊，但是我要甲议员说明，今年度他们讲我按头到尾听到尾吼，我还阁无听到有即个李长提起路灯的代志。来，我先甲伊讲，好，等下你讲我讲白餐，我即摆看是你白餐是啥？不是，我唔食咧。来，我讲真正来，我念互你听，我话到无前头三字，哈。迄、那个安静里长，因为我印象中是书面上拢无人提。因为伊你讲的无提，因想讲楼顶，因拢想讲楼顶是小款代志嘛，伊唔知讲楼顶是维修是咱公所嘛，好啊要采规矩，要采迄个完整的，就是市政府嘛，啊所以拢一直伫遐耽误啊，所以今仔伊分析之前你的回答，我相信你拢有听到。是，哎，请坐，谢谢，希望讲会让。偏一寡经费吼，咱的公所啦，因为关系合并了后，真侪人咧埋怨啦。咱较早有定公所，伊有做功能的啦。啊，即摆无定公所，伊有起户管，其实因嘛是大家拢唔知要安怎啦。啊，所以心目中嘛是讲，感觉做埋怨的，感觉讲啊，市政府开含乎公所权利也无，会互因失望啦。吼，谢谢。迄、那个水利局长，本来是咱的李秘书长哈。啊！第一做局长的时阵，冇答应咱这个，张明利加这贾安利，就是讲遐有4条公线，迄、那个抽水机，啊，已经就是装2台，啊，一有2台拢无消息。我想要请问讲，迄2台是安怎？本说争取2、3年，啊，即摆拢无消息。咁是社畜聊遐迄个抽水站哦。对。啊，这部分呢、哦，其实阮嘛是足重视，因为阮得决定吼，已经筹编的经费正咧设计中，应该是差不多8、9月得会当来发包增加基组。有咱目前的设计是有2只，2.5cm 的。各位包2只一万嘛？各位包2只。啊，因为本身已经争取2、3年啊啦，啊，即摆遐个里长拢足欢乐诶。是。因为你嘛知影旧年水灾啊，啊一寡迄落。水拢逃袂出去嘛，拢走伫一万横一万嘛。所以你有确定讲伫9月份会落来吗？真已经咧设计啊吼，阮会赶紧对阮的同事看，甲会当设计较紧吼。
啊，预算书永贺，我得来赶紧来发包。哦，啊，你发包安尼九月份安尼，差不多大概会当发包。就是八九月的时候，八九月的时候，咱来发包啦。啊，那发包出去了后，差不多多久？那两台当入来？我能想办法赶紧。你的赶紧是多久？你敢当我一个时间？每年汛期进程一定会完成啦，哈。每年汛期进程一定会完成。咱敢当个较紧一个，到年底。因为咱即卖已经拢有经费啊嘛，哈，准时给存发包呢，是不是讲咱的效率会当个较好一个？因为咱水利局现在是对咱台南市。所有市民是咧保护咱所有市民财产甲生命的啦，因为搭届呐拄着风灾，大家都拢拖咧等啦。是这抽水机真正足重要诶，好、拜托你啦，好，是毋是咱较紧者？荣誉局长，局长，我要请问哈，即届咱的迄个山影的补助？一公顷补助偌济？山啊改良种的是90,000，啊那本土的，就是讲土山啊。改良的，嘿，改良种的，就是经过吼啊，咱改良场吼育出来这品种，吼拢属于改良种。啊，另外就是讲要土山啊，土山啊是75,000。土山啊75,000啦，哈。啊，改良。其实我嘛真感谢讲农业局长，你嘛真关心咱农民啦，哈。我请问讲啊，是安那阮的文旦？一公顷有那同款补助75,000，啊，阮的文旦都含普通的山药同款。这个议员报告一下哈，啊，这是迄个全国哈一致的这个标准啦。我知影，我知影这是全国的，不过你嘛知影讲全国文旦上界好食，伫啥物所在都是伫马岛嘛。好，我即摆想要问局长你哈，咱的。文旦一公顷补助75,000，一分补助7,500，7,500一分内底，你敢有算出讲补助几丛文旦？哦，即摆是安尼啦，吼。啊，当然，咱即摆就讲每一种的迄产品，伊的啊，我知影，产品的补助无同，我知影。无，伊的成本啦，啊，甲伊的价单吼。啊，这是有一个计算的这个基础啦。对，好，阿兰说计算的这个基础。局长，我知影啦，你得甲我算讲，你甲我回答，慢个回答白个，你甲我回答讲，文旦伊一分补助7,500，我的文旦内底，伊迄落平均啦，差不多一分拢差不多30丛啦。啊，伊一分补助7,500，到底一丛补助偌济？你换算者。差不多是两百几块吧。一张补助250块啦，对不对？你袂感觉阮的幼农足可怜吗？你拄啊一分补助伊3丛啦。这是毋是我？我是希望讲局长，我嘛知影你足关心农民啦。啊，尤其吼，你嘛会使讲每一届那是天灾地灾，你拢有来啦。好，啊来，我秀个照片。你看，阮即块文旦树啦，以前一丛文旦树有可能生1,000粒啦。我唔知影讲你是安怎去探听讲，损失卡少要3-4成。即卖一丛文旦，特要剩10几粒。这家己完报告吼，其实随上讲的，咱这评估吼，预估讲大概吼减。过去差不多3-4成啦，吼！啊，当然每一个区园吼。其实迄天，咱的这个行政院长来，伊拄啊去看到迄区，伊迄区嘛看到10几粒的啊！你敢知啊？阮的文旦树啊，凊彩一丛拢400-500粒以上的啊！结果伊讲有去看到10几粒的啊！结果我想讲，伊是要来加码，唔知影讲吼，啊，伊是来看看的，同款嘛是75,000啊！所以阮迄天啊，阮大家拢想讲足欢喜的心情，你敢知影？你嘛有去啊？啊，市长嘛有去啊？我是感觉讲有时啊啦吼，因为阮麻豆文旦交迄个山啊是较无共款啦，吼，是毋是讲你敢无感觉讲伊的补助75,000有较少吗？这吼讲起来，这是全国吼，我知影啦，全国的嘛已经过啊啦。啊，讲起来吼，做牛到这个吼那。
即个灾害吼，拢毋是咱迄个农民吼，包括我嘛同款吼，真心疼啦吼。去年拄着水灾，落了了，那个剩三四下。今年拄着寒害。所以我要伫遮甲农业局长你拜托啦，反正即卖就是中央决定的嘛，嘛一分是赔7500嘛。我是拜托讲，是毋是遮农民嘛，真可怜，真可怜啦！你即个资材看会当加补助因一寡无啦？即摆爱甲议员报告啦吼，咱所有的即个资材吼，一般来讲吼，有分作两种啦，一个是生产的资材。一个是消费性的资材啦，吼。目前来讲，咱来讲，对迄生产性的这资材，吼，譬如讲防风网啊啥，咱这是政府已经算讲甲伊斗协助啦。至于讲消费性的吼，迄种的即、這个譬如讲纸箱啊啥，这咱都无法度讲去甲伊做普遍的补助。这我知影，纸箱啊，这是无法度的啦。对。我即卖是有听到讲吼，恁目前有在推动一个，就是讲。即个幼农，即个农民，伊会当保险，敢是？即个保险吼，实际上这是有咧，算咧有咧，研发啦吼，是毋是要选择几项吼，成立试办？那目前来讲吼，干那高接来有咧做呢？我是感觉讲按来公平啦，对。他拄啊，咱个林议员冇讲。爱公平公正，是我是拜托讲吼，即、這个推动，因为我是拄啊好去讲。咱的议长来，我伫个码头，好、欸，我有去参加这个，伊来视察这个文旦的时，我伫边啊有听到，好、欸，有听到因讲吼，这个文旦吼，要来建议农民保险，我感觉这足好诶。不过我听到的是讲政府出一半，因咱的农民该出一半，不过我是感觉讲，若政府出一半，是毋是咱的地方政府搁出一半，互农民，譬如讲。透风落雨嘛，不管是渔民还是农民，都拢伫咧惊嘛。人就会当保险嘛，吼啊！这个农民，伊所在的水果嘛是拢会当保险嘛，包括因饲的鱼啊，吼，拢会当保险吗？啊，是毋是讲咱来给推动农业局长？我是感觉讲吼，你若真正疼惜咱的农民啊，来给用保险的，啊，因就免当你烦恼嘛。不相信讲这保险。这树啊，这迄落农产品应该是嘛袂介贵啦。我看这个安尼啦吼，要推动这农业保险吼，中央吼应当有一个迄个全盘性的这个计划啦。随上讲起来，这个农业保险吼，伊有一个困难性，就是讲伊的灾害的发生吼，真普遍性。而且佫牵涉讲农民朋友要买去，我若讲了后，你就慢回答上远，因为我的时间嘛真少。我是我建议啦吼，拜托啦，好，即个农民有一个保障啦吼。我想要请问讲，咱今年的文旦节吼，你唔知要哪办？你是要办经费，互阮地方公所，还是农会来办，还是咱家己要办？我即摆是安尼啦吼。文旦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部分哈，我是透过这个咱市农会这边家哈，去年市农会办的嘛，哎，去年市农会办啦。你敢知影一乡一特产？去年市农会办的，整个台南市做位办文旦节。无，即摆是安尼啦吼，我即摆讲安尼啦，其实台南吼上影代表讲咱的特色的那讲到文旦大家一定讲是满头文旦啦。吼、哦！不管讲你产地是伫满岛，或者讲周边的下营，拢是属于满岛文旦。甚至于吼，阮吼心肝足痛，你敢知影？阮较早县市还袂合并以前，阮台南县所管地县长，每一年上少就是会拨100万，互阮满岛家己来办这个文旦节。结果合并了后。阮码头上重要诶，阮的幼龙，这文旦就是阮码头顶面的财产，大家的性命拢是靠码头伫文旦伫生活。你即卖甲用迄个市农会去办，甲台南市所有的文旦拢总来，万一咧，万一啦，是北关市的，阮土质无同啊，来摕阮的码头文旦，来去用因的箱啊，来比赛，来赢，来赢，讲伊是。
阿伯兄的，安尼我要安怎？我是讲，莫讲，莫让阮的码头、码头农民，莫让阮的码头居民，莫让伊伤心啦。好，合并了后，让伊看到未来嘛。合并了后，阮的文旦所怎退步去？咱码头文旦吼，随上就上有名啦。所以，局长，你和我讲，我希望我嘛拜托啦。好，第一阿伯合并进程，拢是让阮的地方改办这个文旦节啦。我嘛希望讲，咱的市长。好，哎，已经五年外，伊嘛同款用上较早台南县的方式，一乡一特产。我给伊声明一下，甲你讲一下，希望讲你每一年，好，你着偏一寡经费，互阮码头家己来办码头文旦节。码头文旦节，人阮若是要办比赛，嘛是互阮由阮码头家己来比赛。好，咱继续办。好，我给伊拜托啦。好，给伊拜托啦。好，局长，你请坐。那个交通局哈，局长，咱这个码头这个转运站哈，得到几项奖？建筑部的景观奖，还有什么奖？原野奖跟这个卓越建筑奖。这个建筑奖，我会让个比大头部给你按赞。啊，可是来我放只伊的周边啊，你看一下。我是来哈，你拄啊打到奖，我有够拍死啦！哦，这张相片你有看到？这是恁的边啊哦，好，这是好天的时阵哦，好天的时阵打去边啊呢。啊，咱个钓奖啊，边的路破鼓鼓，哈，啊，你也看拢一窟一窟，活到偌济人，你敢知？你看者，啊，这养护是虾米人？跟议员报告了，这个转运站周边是我们交通局了。交通局，果菜市场摊棚周边是区公所。我自从差不多十几公前，我就甲伊讲，我冇甲恁交通局讲，啊，这周边这路拢破鼓鼓，搁拢淹水，啊，你是不是人哪来歹看？尤其咱一讲实在讲的啦，当初吼要甲这转运站设伫我码头，我嘛足欢喜的啦。设伫这个所在，根本遐路都袂堪要安尼搞的啦。啊，你也看，拄啊咱已经储水，周边的路拢破鼓鼓，是不是安尼？唔好吧，啊！佮建议十几天啊，佮即马还袂去抢修。谢谢议员啦，哦，这个我们5月19号已经去回刊嘛，哦，嗯。那因为两个原因呐，第一，现在因为是西瓜的盛产期，所以我们果菜公司的那些摊商希望我们等这一次西瓜的这个促销期过了以后，开来整修了，我会影响到因。我嘛要拜托。第二点是因为马上端午节到了。OK，哦，所以我们会等到端午节之后，我们就会开始动工来整修。好，啊，什么时阵拿这个西瓜产收嘛？哈，是。啊，那当时会完。那，啊，我们现在预计是6月15号要动工。哦，6月15号。啊，可能15天、啊、半个月就可以。养护是恁啦，哈，啊，以后是讲尽量哈，咱派人去哪巡的啦。啊，无打着顶，迄建筑物拢着顶，啊，路歹到安尼吼，那我惊红潮啦。因为那个议员跟议员报告哈，因为当初这条路的设计没有那么多车辆通行啦，这也是事实啦。我们的客运一天就是跟我们的公车一天就是500多。其实迄个大外公设伫迄个所在啦，我码头地面啦，大家拢有声音啦。时常拜六礼拜拢塞车，你嘛知啦。啊，即摆讲要开路过嘛，啊，即摆嘛无消息啦。我已经在。啊，我是感觉讲，即个所在是咱市长上界重视的啦。好，啊，希望讲拢互娱乐，慢互闲啦。谢谢议员的指教跟协助啦。我们这个往麻雪路那条路现在已经在施工了。应该再过一两个月就会通车了，就可以使用了。是哦，这样是这样可以，差不多能够为周游。安尼，我下紧等下甲我的码头店民讲一下，因为因大家拢一直我时常吼，我时常接到电话啦。好啊，这件吼，就是一定有过来人跋倒找到啦。好啊，虽然无讲介重伤，啊，唔过吼，真正是这实在是足危险的啦。好，多谢局长啦，谢谢局长，局长你请坐。哎，迄个。都哈子哈，即卖迄个咱的码头工业区哈，目前即卖进度蛮乱。家己做报告啦哈，迄个码头工区的都市计划哈，但旧年拢调整好啊，啊，即卖目前地政局哈有开始做全区的即个地质监界测量，啊，佮开始重划作业的即个计划书拢开始咧做啊，所以
都市计划程序已经确定全部拢完成，所以即马是剩即个定位的工课。定位的工课差不多偌久会当进行？即可能看要请请教迄个地震局长。对，地震局长。啊，好，地震局长。报告哈，即、這个马道港区即个市地定位哈，阮即马已经委外咧做一寡四地重划的这个先期作业啦哈，啊，测量也落去测啊啦哈。啊，阮就想，阮伫下半年看能用把四地重划计划书报到内政部去审议，这样子。是，我是希望讲咱的速度会当较紧的，因为之前我做议员吼，我得争取这个工业区，吼一定爱开发，啊，已经嘛经过十几年啊啦，吼啊，因为我就烦恼讲啊，一年一年拖，啊拖到二十年还袂做好，好是毋是讲会当这个进度、这个速度会当小催一下啦，好不？好，局长你请坐，在座啊吼，我即摆还阁唔知影啥物人，所以我无请到一个局长。我请问吼，伫阮麻豆工业区，伫千兴头前的土地，这条路点啊家路是啥物人管的？迄、那个干部局长，你敢知？这目前是由那迄个干部单位所管理。是恁管理的吗？你敢知影迄个土地？千兴的头前这条路中，迄三角锥遮，迄几个点啊家拢。拢跳动诶，规个拢总碰起来咧，迄是到底较早是毋是咧？这条路诶是用路轴来控诶吗？这条路吼是较早期伫合并前诶时阵吼，主要就讲修屋群，啊，迄个时阵伊是缴费吼，互咱地方来即个修复。不过迄个地站吼，我那是自来公司诶，啊，所以最近有发现讲伊迄个下陷吼是较严重。你干嘛？伊差不多铺遮悬起啊！因为我的相片翕袂到，伊这条路规个中央是规砖的哦，啊边啊遮点啊敢拢拉开。你干嘛？这条暗时啊是偌危险？啊油机啦！你干嘛？伊拢特别遮悬，啊拢一站一站，破烂型的。你搭车赛过一定用跳的。所以我是不是讲，那是咱干部局，是不是速速啦？较紧去改看要怎改？目前就是讲，阮有迄较危险的所在呢，马上去处理。不过吼，阮那怀疑讲，伊这是主要就讲是迄个地震吼，迄个火田火哥烧死了有问题。啊，所以阮要来。公司来负责任吗？所以阮最近下落去查验，就讲甲屋起来验看，伊是毋是伊个材料有问题。假使伊若材料有问题，阮会要求这主要就公司吼，将迄个材料搁再得定换，定处理。尤其吼，局长，咱这个带路拢够歹去，啊，我嘛要希望讲，阮马头分局长可能有来啦。哦，啊是讲咱的交通队吼，是毋是正拢大卡车伫咧搞？伊的梯啊，啊是伊的车？譬如讲，伊若载过超过伊的重量，咱是毋是爱甲伊开单？甲咱的路搞歹了了嘛，周边的工厂嘛，结果阁毋甲咱维修，养护拢咱干部局，拢咱市政府，结果路歹去，拢遮的。我看周边遐工厂拢载遐足重的物件。迄天啊，佮乌蛇蛇，迄空气佮污染，啊！这路够歹讲呢，这真正有够严。你去看现着一下，比我翕相的低头十几倍。迄你敢看，即摆用迄三角锥伫遐，啊，规个啊佮藏无着的哦，拢赶快拢扑起。啊，若是自来水公司的，咱当然计负责。啊，咱嘛是爱甲伊查讲，敢是迄落遐的车拢够拢重嘛，拢超载嘛。啊，所以才会造成安尼啊。车辆的部分当然，若要限制，都要即爱公告，爱经过交通局这边吼。不过，阮先对这个路面来处理啦吼。路面啊，看伊地站，伊地站较出了问题，阮会要求做这公司换掉。哦，因为这足危险的啦吼，尤其若暗时啊，啊，若是讲拄啊车小闪，迄桥倒摆是毋免讲一定跌倒的，一定倒落的啦。哦，啊，较紧即摆啊，还袂造成讲啥物有危险的部分，阮会先来处理，阮交工作先处理。我相信局长恁的速度应该真紧啦，吼，谢谢。地震局吼，我请问吼，小比迄个桥头吼，迄个引道吼，是啥物时阵要完工啊？甲议员报告吼，小比头这个引道工程吼，我即摆预估它大概这个月底就会完工了哈，因为前一阵子是跟水利局的 B 头排水、這個，本来不是讲四月底要完工吗？但是啊，即摆六月初，因为哈，甲水利局迄个 B 头排水诶，这个工程迄个界面小可有冲突啦，哦，
啊，冲突啊，水利局遐先用啊好，阮才有法度好处理。啊，我看这安尼个遮侪还袂做，六月当时六月底要完工。六月底，目前六月底吗？对，我相信你，因为你就有效率。啊，那安尼我来，下一张相片。来，一、那个局长，啊，这路够歹干呢，什么人要负责？这不能点么搞咯，只卖比石头咯。这嘛是迄个农地重划区的吼，我来会勘看卖啊咧。是毋是讲本小姐啊，咨询线，是毋是咱派人来去看卖啊？看敢是包厢伊伫咧做咱这个引导的时阵，去甲搞歹去。这本来点么搞咯呢？啊，结果变安尼啊！我来回看嘛。啊，这你干嘛？这落安尼啦，拄啊拄着雨季，伊会偌严重。骑车，尤其装卡拢是骑车、骑脚车，滑倒的一定足多啊。嗯，我来随来回看，是不是包商那边有责任？你会去回看啦，吼。嗯。会找包商赶紧去看卖啊。对，嘿。谢谢啦，哈。迄、那个教育局哈，教育局。马道哈，国中有一个游泳池嘛，啊，申请45,000,000嘛，是啊，到即卖拢袂当对外开放，就是伊内底设备无够。啊，你做局长的时阵，你敢有讲啊？咱所有台南市的游泳池，包括贤华嘛，收起啊嘛，吼，啊，剩嘉义嘛，啊，甲马道嘛，咱是毋是会当把这个设备补助好够？啊，伫迄个时间的课程，迄、那个囡仔课程以外。咱会当开放吼社区来游泳嘛？是，你讲做这個准备，还是各位底下拐嘛？无是，家己完报告吼，就是这个游泳池呢，其实已经经过三届吼，迄、那个对外招标啦吼，就希望讲有人会用来到经营安尼啊，这三届拢流标啦，吼，就是讲人闲啊无爱来标，你敢知影？因为标开就一定了钱啊，都无利润安尼啊。慢讲无利润，现标着就现爱亏本嘛，大家嘛一定唔敢。我是不是讲拜托讲吼，局长，咱是不是把迄内底设备加编一寡经费吼国中？因为外口你没话嘛做了足好个啊，包括好好的墙啊，因为这游泳池里家金阁真正会当带动马岛啦。是，这阮过来迄、那个，甲好好过来沟通啦。我是不是？你是不是讲啊？我今日本身咨询煞啊，你找校长啊来参详看卖啊。慢讲，干啦，咱啊囡仔课程啊拢无对外因为即款是主要就是好好。啊，你做无差啦。嘿，就是囡仔游泳啊，暑假阮有办一挂游泳营队安尼啦。嘿，啊，这阮会过来甲好好去沟通。嘿。沟通一下啦，因为阮里长，阮的里长拢足重视的啦。伊感觉讲啊，已经游泳池起好一两年啊，啊，到即摆啊，拢无爱对外开放。啊，咱要甲委外，我嘛叫阮朋友讲，哎，阮马道迄个林家，人伊的游泳池，人伊嘛做伫阴空啊。我嘛讲啊，你他们来标标的啦，伊就讲。哎呦，是啊，迄袂趁钱，迄一定了钱的啦，我嘛无法度管理啊。阮着对外招标三届啊，拢无人来投标啊。啊，对啊，就是你的设备无够，人唔敢标啊。啊，咱是毋是讲咱了一点啊，咱偏一点啊钱，啊，甲设备买有够，啊，通来外包，啊，通来开放，啊，你买当开当带动地方啊，好不好？这阮过来了解。是毋是讲伫个后会期，哈，本息的咨询当中，这个所在当处理好。我先给拜托啦，好不好？家己完报告，这阮尽量来处理啦，吼。啊，因为当初伊个设计时，就是以教学为主啦，所以唔开始讲。伊昨日头拄讲讲有一挂设备，比如讲伊也要 SPA 啦，要遐个啥物按摩池，迄个。当初设计时阵，阮有讲着 SPA 啊。吼啊，但是伊迄阵啊，迄阵应该是体委会啦，伊予咱的经费就是予咱教学使用的，所以唔开始无法多讲。是咱台南市政府啦，也毋是无啥无钱啦。尤其咱的市长就职啦，甲即卖五年外嘛，行一200亿啊，咱无一定拢爱靠人补助啊，对不对？咱是伊啊市呢。这部分我来个人我是唔知啊，敢是卖咱的财产去行的啦，吼、哦？啊是唔是讲，若要骗这经费，应该是无问题啦。慢讲吼，啊每一个要开要5,000,000+，啊甲囥伫啊个伫啊拐慢，啊无对我开放。有咧使用啦，嘿，有咧拢好好拢有咧使用啦。算讲好好使用尔，好好使用看有啥物路用。你是毋是讲甲个好好使用了，剩的时间，咱是毋是来予咱的开放，予咱的社区，吼啊咱予咱的居民，啊是讲哦，予因会当使用，
安尼唔当有意义。好，这阮来过来迄个了解处理，谢谢议员。局长，我阁请问你，咱迄个国中小的营养午餐，是，咱即卖是甲家长收偌济？伊这每一个学校吼，无一定啊，因为学校拢会去评估啦，吼。啊，咱啊以国小的部分呢，就是上悬一个月收加迄个795，吼啊，迄个国中个825，啊高中的应该855，伊就是上悬。啊，唔过国中唔是收695吗？迄是以前啊，我有调过一遍啦，有调过一届。嘿，是，因为进前就是讲吼，有一段真长的时间嘛吼，可能我有十几年无调整啊，啊，大家拢咧反映讲安尼。啊，即卖国中小偌济？即卖国小会使加795。795，啊，咱教育这边，咱这边敢有加补助？一般的学校咱是无补助，咱是迄、那个百人以下的学校吼，咱来加补助安尼。您敢有去甲关心讲？咱收安尼啊，无加补助啊，校长。要安怎？这800几块，还是600几块？700几块嘛，哦，700几个嘛。即马国小啊，伊要安怎去？去买菜，啊，即个食材买回来了后，敢袂去买着好个？伊个钱无够，为着干那一干干啊，要这营养午餐啊，要安怎好？即个学生食较好个，啊，伫遐烦恼。其实已经有足侪学校拢无够钱，拢伫遐烦恼啦。啊，我是毋是讲请咱教育局这边？加减补助啦，因为即摆你嘛知影嘛，经济无好嘛，歹趁食嘛，若要栽培囡仔读册，逐项拢爱家长爱家付啦。我是感觉讲，希望讲伫教育即块啦，不管是营养午餐，还是任何囡仔爱用到的，希望咱教育局这边会当去想一个方法，啊来给补助。是，我甲议员报告吼，就是讲，如果伊个学校啊，因为咱即马甲囡仔收个钱，咱是拢希望学校用伫个伊个迄个食材顶头嘛吼。啊，另外就是讲，对于迄个较小个学校，伊也经费较不足个，其实阮有补助伊一寡厨房个设备经费啦，就是无希望讲伊甲遮个钱阁起来用伫个厨房设备。所以当然啦，嘿对，啊，所以这部分，我回后我大概伊就请教讲吼，是倒几间学校有遮个困难，阮用来甲辅导。方式啊，公开，他来用，我会用书面啊，公开详细啦。是，因为吼，今仔日时间吼，有那是啊，佫真侪啦吼，啊，因为我无准备啦，因为我是因为无准备着遮，因为我是本来想讲啊，即阵煞啊，佮来佮你探讨啦。是因为迄有的是个别学校的问题啊，问他来个别学校来处理安尼。好，谢谢议员，谢谢。社会局长。你以后是，譬如讲社团经费，现在每一个议员是有500,000嘛？还你来确定的？以前前四年拢无安尼啦，每一个议员拢无去定，人市府市长这边每一个议员无去定500,000。啊，你来确定的，不要紧。啊，我要请问讲，你是半年卡要批一届，还是讲你接到就要批？你給我回答一下。未來，先甲議員報告吼，不是，我去年五月來，吼，啊，我想應該是去年的正月。五月來到現在也一年了。不是，議員，50,000這是可能去年正月就定的政策啦，吼，啊，另外就是講，下擺我，應該是案件來，我就會隨處理。我希望是安尼啦，吼，莫閣有理長鬥啦。好，爱会动的会动，袂动的袂动。不是里长，我这是社区啦。社区嘛是拢做做里长做理事长的啊。协会对。哈，啊，慢工红，干嘛你好料遮歹啦？因为我甲今仔日拢阿个无收到你批啦。有啦。我嘛知影啦。好，大家拢会讲，你都会看到啊。大家拢会讲啊，啊，民进党含起雾较好，啊，因咧争取较有，啊，无党甲国民党，因咧争取拢囥较慢，啊，拢较无。啊，其实我相信这是误会啦，因为咱的市长不是迄个小眼睛、小鼻子的啦，对不对？對啊、这是误会啦。会来加油这个进度，哈、哦，加油这个速度。好，谢谢，请坐，市长，你坐就好啊，哈、哦。市长，咱合并嘛已经五年外啦，哈、哦。啊，这五年外哈、哦，我去基层在行，真侪人哈、哦，啊，拢在怀念咱苏焕智馆长。啊，即下目前你的任内。
嘛剩两年外啦。我想讲哦，希望讲这两年外，你若做煞，嘛是同款，会像咱的苏焕智馆长安尼，和咱的台南市民甲你怀念。啊，我即阵时间到这，啊，和咱的李阳宇去吧。感谢苏先生哦。市长，市长，不好意思啦哈，耽误您的时间。没，这是议员的权利。市长，我伫迄个2206专案报告，我有讲过吼，啊，你拄啊无在场吼。嗯哼。伫这道，咱2206永康区调动，调动落到地，伫迄个永康的维冠大楼倒。迄，那个瞬间呢，400+个人，啊，可能是受到咱全国的媒体安尼达报，啊报连续报11天呢，所以涌入遐济，迄，那个善款，全部可能拄啊要到42亿嘛吼，要到42亿，啊，伫迄段时间，咱市政府事实也有够努力伫前后，不过呢，伫迄段悲伤的期间呢。我希望咱市政府即句话茫阁讲啊！遐灾民呢，听到市政府即个官员讲因遮个受灾户贪心的贪，即种受灾户哦，都更加一定的艰苦，因为因受灾户事实毋知影，啥物叫毋知影呢？事实伊毋知影讲遮个善款要用的项目有够济，因都头壳会想讲啊，都围观大楼倒了。啊！我着家属死遐济人，啊！着一挂住户无死会出来，是毋是？即个善款拢背定个心，因个头壳会想安尼。所以即当要调解相像嘛，即你爱含伊沟通调解解说，人讲调解会产生两元双赢，住户赢，死者家属赢，市府也是赢，袂使互即个死者个家属安四界逐位乌白讲。不是我白讲啊，即句话我收回，因为死迄，那个死者，伊家属会想讲，即条钱是毋是拢要用伫因遮个受伤的人，吼、哦，所以即有一个误差，有一个误差，啊，希望市长伫六月我有看报纸，要含遮个人好啊解决，好啊沟通，是正确的。人讲，逐项都要协商，都要沟通，才会产生两元双赢吼，两赢。双赢哈，啊，市长，这是第一点啦哈。啊，因为这善后哦，你就知影这补助款。啊，我唔知影你有将这补助款有要用去土壤异化无啦哈？有要用去土壤异化无？因为这用去土壤异化哦，在较早干部局长，即个新界政府市长，伊讲要来用个啦哈，要用去迄个土壤异化的所在，这受灾款啦哈。伊讲要来用个，我有听个。第二点就是咱社会局，社会局长，因为我顶次个2206也来报告过啊，咱所有个善款，既然我都讲过啊，既然人安尼善款寄入去，你拢收旧无好人。啊，伫顶次个你也报纸有顶讲，伫六月底全部。拢要把这收旧，寄予人，嘿，我知影，因为这速度有较慢。啊，但恁讲恁都会晓，因为善款啊，人一个人不管寄3万、2万、300、500，人就是要收旧。啊，一张收旧呢，都有台南市政府赖清德市长的感谢状，这收得非常欢喜，非常欢喜。啊，为钱寄入去收旧，也无收到，想讲啊，这钱嘛，按倒去唔知影。按倒去唔知影，我希望咱社会局长，你伫报纸有顶，六月底要互全部人收啊收旧，因为这人的善款呐。是。哦，啊，为足济委托的，委托某某人摕去社会局，啊，摕去社会局，啊，你无收旧好人，啊，人委托的人想讲干咩？当面的咱拢很亏。当面的我知。嘿，当面拢。因为我服务个人话，摕40几万去，拢当面的。是。啊，我都袂用误会，足侪人用误会。袂啦，啊，咱逐工拢有广告啦。对啦，就对啊。这吼，我讲你骹手无够，咱台南市各区公所的社会局遐人嘛，拢你个人。
哦，这会使用社会局、区公所遐社会局的人、社会科的人啊、社会科的人做一个安尼全面收旧缴的人啊，吼。咱特别给特别感谢啊，嘿，感谢议员。市长，你得两分钟，和你讲这灾祸。哦，因为真感谢啦吼，咱台南市发生地震了后，全国甚至海内外啊，咱对台南市的关心，所以开放寄付的短短一礼拜中间，都有超过43万笔的寄付，金额差不多35亿外，啊，现主席差不多41亿左右嘛，吼、哦。那现主席，咱台南市政府会好啊善用这个善款，啊来帮忙受灾民众，原则上是四个原则啦。第一，吼、哦，就是同理心，你甲当作是家己人，啊嘛希望受灾民众甲台南市政府的同仁当作家己的人，啊、哦、彼此好好沟通，啊所以台南市政府包括我个人，包括社会局，包括每一个人，拢袂去批评受灾民众贪心啦，这个我们都没有这样讲过哈、哦。那第二点呢，就是讲我们是多元照顾。用不只是对死者的慰问、受伤民众的慰问，包括健保、教育、种种方面，其实咱拢有无同款的专人咧甲帮忙。那另外，即摆厝的重建，吼、哦，咱嘛咧甲帮忙。那么即个土地所有权人，伊较有权利决定讲，伊到底是要重建，也是要伊另外去其他的所在，咱分双轨来甲帮忙。希望重建的人，伊的都跟的迄个委员筹备会，我公文已经批啊，好、哦，所以因已经会当正式啊去推动。啊，土地伊若无愿意重建，伊希望讲袂后台南市政府，啊，伊要另外找一个所在开始另外一个新的生活，即咱嘛已经应该要甲伊见面。好、哦、你国家车重点来啊，买卖土地的人，恁迄个都阿是有要求。我三十秒。你要求讲迄个，无啊，风刮了，风刮了，市政府要人买啊？啊，你要防风刮会烧钱呢？因这厝会震惊呢？啊，你分多少？林议员，吼、哦，我原则我甲讲个煞吼。第三个原则就是专案列管，因为咱每一户拢有社工人员来做直接窗口跟帮忙，因有啥物需求，拢会当透过这个窗口来甲台南市政府寻求协助。那第四呢，就是公开透明，吼、哦，公开透明，就是讲未去发生讲吼，收特别着收据，时间会较晚，因为每一笔的钱拢会公布在网络上，收入也会公布，支出也会公布。啊，你头拄仔讲的这分瓜吼，伊会当先卖哦，台南市政府重建的人，因到底未来偌济人要重建？因对啊，你爱台南市政府爱卖分瓜，进前爱大大买起来啊。我不现在本来就是安尼。哦，对啊，无啊，拄迄个拄仔只讲迄顶撮讲的都毋是安尼。伊在自我讲，你要卖的人分瓜了。无，较难卖。啊，一个拢三平四平，爱卖哪分瓜啦？无啦，无安尼做。伊卖哪分瓜？你无，你毋免报告，你毋免报告。好啊，拄只市长有解释过。我要家己做报告一下讲吼，因为迄个共有物的分。共有物的处分啦，因算区分嘛吼。共有物的区分第一步是无要卖迄部分的人，诶优先先双方来协议。但是因即马同时有报出都更，你若讲今仔日双方即个意愿没有达成之前，即、這个都更的门槛会过不了。伊都更有一个人数的门槛，因为伊无答应要都更嘛，所以咱是甲建议讲。你若要双方拢会叮当，就是讲莫影响另外一边。恁介好是怎分割开？安尼，你要卖也会当卖，你要行也当。你来用组合改分割，不要拢分割啊！所以我要甲伊做报了。你组合分割爱召唤你呢？无，以双方协议分割，只要没有反对就可以分割，迄叫做调解分割。都看咱开调解会同款，只要对方若无反对，伊就当出来。安尼双方的部分就不会有冲突，否则即马双方吼的意见上，我们知道是。冲突很大啊，所以咱是希望讲你不要有冲突的状况下，两边都不要影响。安尼你分出来是想，好啊好啊，各种谢谢啦。因为这灾祸重建哦，这是做好事啦，是做好事做功德啦哈。Hello， 就讲这，最后提点我过来拜托一个问题：永康市民300块的回馈金，我拄只喺门过，拄啊两包卫生纸。台南市城西分校路所在地一个人分13000，哦，一个人分13000，4块钱转的
所在地一个分3600，阮永康区民一个分300，这叫社会公平，无公平的所在。啊，一只非常感谢咱大会主席，感谢咱各局事等耽误足侪时间，啊，分析到这，谢谢。好，来。感谢咱啊林议员的质询吼，啊咱今仔日早起吼全部的质询吼到这过一段落，啊感谢咱赖市长带领着咱的团队，咱李秘书长吼，啊所以今仔到这全部结束。